早安，晚安，各位晚安，早安。Hello， 好久不见，克里里欢迎，阿比晚安。OK， 我觉得我今天很艺术家。今天是什么造型我自己也不知道，不管，先擦个口红吧。 Hello XIN， 晚上好。雨男晚安玉人，晚安。上好，这边需要一点点的 timer。 诶，没有 timer。 有啊，我有 timer， 不知道去哪里。算了，晚安，晚上好，晚安嘎比，晚安潘朵拉，晚安。晚上好，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我的感觉？对，很久没有看到我。呦，阿呆，好痛！哇，哎呀，今天怎么那么正？谢谢笑笑。辣魔症哦，是辣魔症。哦，今天一样美丽，谢谢嘎比。Sally 晚安。先把这里整理一番。他们说我的书，这本书到现在都还没看完，因为我前阵子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一直忘记带，所以导致我现在就是这本书就停留到看到这边，就是它这么厚，然后我只有看到这样。晚安黑流星加速，早安，上次看到你是七天前，所谓七日不见如隔一周，好想你。我也想你们，想你们。让我想丢了什么？你的帽子很有趣，怎么样的有趣法 ？Hello， 雅哥，欢迎，晚安。洋洋晚安 ，YC 晚安。我的帽子很像那个。很像那个厨房的那种厨帽。那我们去丢垃圾一下，等一下哦。厨房的帽子，我整理一下木木的那个。他今天不在这。动画里的帽子吗？烘焙屋。Andy 安欢迎，小野木欢迎，晚安佩轩，晚安小野志祥，晚安下巴，晚安。小野木晚安，嘎比谢谢你的文手礼。今天有特别造型是吧？我今天穿了很可爱的衣服去逛街，没有，我今天去买一些东西，需要用到的东西，然后我就
穿了整身卡其色，所以我觉得帽子好像有点太大，这样吗？我想用，就是它有一个绳索可以拉紧。算了，就这样吧。博俊晚安，一凡谢谢你的行李箱，二道兔谢谢你的女儿会员票，一凡谢谢你的一封信，晚安晚安，各位晚安。阿力握手会想好穿什么了吗？想好啦，想好了。晚上好，阿力，等等要上课不能看直播。嗯，没关系，有回播。Hello， 一只小羊羊。Hello， 晚上好，木木就是我们两个的独处时间。嗯，你把其他人当什么 ？OOTD 好看耶，这色系喜欢吗？竹轮选的缘分相恋，早知道继续上班。什么意思？你这个人，陈家树，嘎逼谢谢你的相遇。我出门看医生，怎么啦？还好吗？当空气。今天会播到9点多吧？想爱谢谢你的相恋。今天会播很久，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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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对啊，今天很久，今天可以陪你们很久。今天哪有播到六小那么久？今天播到9点多，六小就太厉害了我。希望下课后还能看到你。几点下课？有到天长地久吗？天长地。你们好好笑哦！直播怎么到天长地久？你们告诉我，就是无时无刻都在直播，这样，就是连我洗澡，你们要看直播吗？不可能吧！毕竟这礼拜只有今天能看到阿力，耶！今天有时间看，耶！那你们就留着。什么？当然，变态，有色狼。保安抓走，直播不行，但我们可以天长地久。好，我们可以天长地久，你们说的算好吗？都给你们说，都给你们说。好，最近我觉得我变有一点稍微的变胖，所以我现在都穿得很宽松，我现在衣服都是走宽松路线。最近在吃太好了，最近狂吃欸，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4周年结束之后嘛，然后也在忙练习，然后这阵子都是在就是练习嘛，然后就特别想吃，然后加上那个快来了，然后就特别爱吃辣，然后的皮肤一直长痘痘，孕妇妆的概念没有瘦过。小薰姐的生日大餐，手牵手要到了，对啊，所以就是因为一直在练舞，然后所以就很想一直吃，结果吃出了一个觉得好像。时间要好好减肥，就是我只要工作，可能前一个礼拜或者是对前一个礼拜，我就会尽量吃清淡一点，至少就不要太水肿，然后脂肪就不会太多。就因为你如果一直吃的话，你的肚子就很多肉。可是因为我平时就是很喜欢露肚子，如果工作上要穿的衣服都需要露到肚子，所以我就尤其是手牵手那一套嘛，所以就
开始这几天有点克制自己，就是没有再吃宵夜，因为我前阵子一直吃宵夜，狂吃宵夜，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都练到很晚，然后回到家就很想继续吃宵夜。晚安，茶茶。这么说起来，我这礼拜也要克制一下了，下礼拜要握手会，你们又没关系，先吃胖再减。对啊，我觉得一定要吃，吃最重要，因为吃你才可以有动力练舞嘛，消不掉呜呜。没有，因为那是因为西恩，我跟你说，是因为我前工作的前一个礼拜我都不怎么吃东西，所以我的肚子只要不怎么吃东西，我就会消瘦。可是，一直吃，它就会有一点胃凸，你懂吗？所以为了工作，然后被拍得好看，所以就是要那个，你不用胖啊，陈家树。哎，陈家树，你不是出国玩吗？还好吗？玩的我怎么样？顺利吗？我跟你讲，我身边最近好多朋友都出国玩，不包括 AKB 的成员们哦，成员们就已经超常很多人都出去玩。然后我是最近就是看到我身边的，连梦，我表姐就是之前很常出现在我荧幕后面那个表姐，她都给我从泰国刚回来。但我刚刚才吃了麦当劳，好罪恶。我刚刚吃了泡面，所以我刚刚游玩了大概7分钟，是因为我刚吃完泡面，然后把泡面拿去丢。我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吃泡面，然后我刚刚就觉得我不知道要吃什么，所以我就自己买了那种自己煮的，对，一包一包的，然后我就在家里自己煮自己吃这样。我现在就在吃泡面，哎呦，跟我一样在吃什么？哎，我最近真的超爱吃韩国的拉面，什么不倒翁那个跟那个什么。新拉面，还好身份证丢了，赞！你身份证丢了，你这个傻瓜！我也刚从泰国回来，好好哦，好好哦！你们怎么都这么的？哇，果然，疫情期间让你们不能出国，现在一直出国，我觉得是好事啊，都可以出去走走。我也好想要出去走走。有加蛋，有加蛋，因为我刚刚吃的泡面是辣的，所以我现在想要吃个金沙，今天就是一颗金沙。而且我这几天都吃大餐，但我都没有吃糖果，就是我都没有在吃饼干。羡慕可以出国，你也可以出去啊，如果存好钱然后出国之类的。哎，但不得不说，我最近很喜欢穿长裙呢。我觉得长裙好好穿哦，就很舒服哎。阿丽喝咖啡，不是，我是想要吃一点甜食。对，我是蚂蚁。喝美式啊，因为今天直播到很晚，我需要美式提神。不会吧，我很常吃甜食然后喝咖啡。我不喜欢穿迷你裙，因为我不喜欢被包很紧。我是真的没有很喜欢迷你裙或是紧身裙，我觉得那个会有点那个不舒服。我喜欢长裙或是宽裤。雨林的裙子应该会很可爱吧，我命令你喜欢它。你说迷你裙吗？哎，我腿就不好看呗，露了露来露去还不是一样，没人看啊。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
是什么东西啦？俊俊欢迎，牡丹制服很适合你。牡丹制服是哪一套啊？突然想不到，牡丹是哪一套？快快快，牡丹乌吼吗？我什么时候穿过乌吼？我在看小生，看什么？你要看前一句啦。蓝鸽子，蓝鸽子，一秒哦哦哦哦！我自己上的哪一单都不知道，我真的是笨蛋。可是我很喜欢四单的衣服，我喜欢那个乌吼的制服，还有 Luma 的制服。我喜欢那个色系的衣服，就是蓝色啊什么的。你上选拔还敢忘记啊？三六单你也穿过、啊，我喜欢夕阳跟乌火还有 Luma 的制服，就都其实我都穿过啊，因为我们那个 mini con 的时候也有穿过，反正我不知道它是几单啦、啊，但我知道我有穿过，几单都穿过，只有可能，但我真正喜欢的只有未来的果实的制服，因为那个是代表萨库拉。我只爱穿那一套，谢谢。好，那我这几天我来拍我穿长裙好了，好不好？我今天没有拍照是因为我今天一个人逛街，所以我今天没有人帮我拍照。然后我前几天跟他们出去过生日的时候，我是穿牛仔裤，所以我就没有那个。就有人帮我拍照，但今天就是我今天自己一个人，根本没有人帮我拍照。但我今天最近购入了一个拍照的东西，也觉得很棒。想看你因为喜欢你的制服，因为喜欢哦，那一套就是跟那个什么很像哎、欸，就是我们之前 mini con 跳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啾啾啾那个蓝色的那个女仆装很像，觉得一秒最好看。早说啊，我今天很闲。我们是可以见面吗？请问能见面我应该被杀了吧。但我们见过面，我们在那个世新大学。对，我知道你，因为对你是那个嘛，世新的嘛，对吧？我们那时候去讲座，对，就是雅哥，很高兴认识你。说好的可以见面的偶像呢？什么意思？我们六日就可以见面啦！我们是什么握手会见握手会跟那个合照会，嘿丢对。我很认真记住你们每一个人的样子，不来了。为什么不来？干嘛不来？你不是要来吗？就在等你来，我们都在等你来去机场丢鸡蛋给你，你知道吗？就知道你惹了多少人了呗。开玩笑了。等下我要讲那个拯救一下我的帽子，我觉得我的帽子很大，该绑紧点。谁想去机场？丢鸡蛋给陈家树，快点！陈家树几号会来？快点！搬飞机那个下飞机的那个号码跟我们讲，我们去机场。人家都是那个什么机场拍照，或者是机场接送，我们是去机场丢鸡蛋给家树。哎，不行啊！哎，不能丢蛋！哎，现在蛋都缺哎，现在蛋都缺，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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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我们丢榴莲。晚安，鹏鹏。晚安，正环。哎、欸，你看那某人多接机你耶，多好，还带食物哎，是不是很好？你要感到庆幸了，加速。鸡蛋现在是高里玉了吧？哎、欸，鸡蛋最近真的很缺、欸。我跟你们说，我最近真的是，我超想买鸡蛋，然后都买不到鸡蛋哎、欸，就是去 Seven 啊，想要买。我最近，因为我最近真的要。克制一点自己的那个，所以我早上就没有什么时间，我就去 Seven 买那个地瓜跟鸡蛋，结果鸡蛋竟然都没有卖，我真的是可以丢我1000块小朋友。
握手会快到了，好期待哦！思涵，欢迎，晚上好，我也很期待哦，可以期待瘦瘦的阿力见到你们。会吗？最近鸡蛋真的很难买哦，是真的。我有很多带回来丢你，家叔叔啊丢我。哎，这一撮头发怎么了？该不要重绑吧？不想重绑。我觉得这件衣服蛮可爱的耶，它就是一个孕妇装，好像你怀孕一样。你看它这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大概就是手边是这样子，很可爱。然后我现在整个人觉得自己好可爱哦，好自恋哦！天哪，怎么办？林婷婷变自恋了。这样可以吧？今天的造型你们满意的？加速把鸡蛋带入镜，我可以先检举吗？阿力今天吃泡面，哇哈哈，零自恋，我还没来，所以孩子是谁的？本来就可爱，谢谢佩璇，我下个月寄点尿布到公司。好啊，木木最近刚好那个来，你可以给狗的尿布吗？肥上线的相遇，阿力今天说话好好笑，我今天都是开玩笑的嘛，不要当真，莉莉开玩笑。莉莉太久没有跟你们聊天了，吓死！孕妇装会显胖吗？我不知道哎，但我觉得我最近真的很喜欢穿那个长裙跟宽宽的衣服。你喝咖啡吗？今天晚上是不是？我跟你们说，阿力已经对咖啡免疫。如果我现在没有喝，我会很想睡觉，我怕我等下直播间会一直打哈欠。今天情绪比较高啊，太久没有跟你们聊天啦。而且我今天很开心的是，我今天吃到了一个，就是因为我国中很常吃的一家面店，然后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去买的，然后我就去，结果那个阿姨还认得我，因为那个我的国中就在那附近，她在，然后我每次国中下课都会去这一家店买面，然后我今天中午就是去吃了嘛。然后结果我戴帽子哦，我是中午出门的时候先戴这个帽子，然后黑色口罩这样戴，然后穿帽 T 这样，反正就是根本没我觉得应该他不认得我，因为我国中他认得我国中的样子，但我觉得我戴帽子跟戴口罩他根本没有看，然后他就突然就说，哎，你很久没有来，因为我大概已经真的很久，我国中到现在都很少回去了这样。没有啦，然后他就认识，他就说，你不是那个吗？阿力吗？然后我就说，哎，你还认得我？我想说他会不认得我，因为我今天也素颜这样子。看阿力先动，还以为今天吃的很健康，早上吃的很健康了。然后他就说，哦，我女儿知道你耶，我女儿一直常看你的 IG 耶，这样。然后我就说，哎，你怎么还记得我？这样，我说我已经这么久没有来了，你怎么还记得我？说有啊，我女儿很常讲到你哦，这样。她的音乐老师，因为她那个她女儿的音乐老师是我以前的班导师，然后对她，我觉得她是确认过眼神，然后她说她，然后她妹妹就说，她妹妹就。哎，不是，他就说他妹妹常常说，因为他音乐老师常常有说到我这样，他就记得我这样。然后我就说哇，我就他女儿才国中吧，我忘记几岁了，但是我小时候我国中去吃，他女儿才五六岁吧，突然就变国中，我吓到，所以你就知道，哎，他女儿那时候才七八岁吧，还是国小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之类的，我不知道，但他已经国中了哦。对，因为我老师好像英文，我的音乐老师就是我之前班导，他是音乐老师，他好像有在他的课堂上放烤火的房给他的朋友，给同学听，不是朋友，同学听，就说，哦，这是他，这是我以前的学生，叫林婷丽，她以前是读这里，这是你们学姐这样，然后所以她的女儿就认得我这样，然后她妈妈也知道我很常去他们国中，很常去他们的店里面吃东西，所以他们都记得我，所以那我今天去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然后我就得到了一碗免费的面，哈哈，
好开心了、哦。然后我就他就说请你了，我说没关系啦这样。然后他就说，然后就说，因为阿姨之前手机里面有我的照片，因为我国中真的太常跟我的国中朋友去吃那个面，然后那阿姨手机都有我们的照片，这样就我国中的样子的照片。然后阿姨就陈对啊，跟陈陈妹妹差不多大，嗯。然后那个什么，就他就说，那我可以再跟你拍照吗？我要给我女儿看，我不会 po 上网。然后我就说当然好啊，因为那阿姨也是从小看我看到长大的那种，因为我国小也都住在那附近，所以就是你知道就会很常看到那个阿姨这样。我们家也很常去吃那家面店，所以那阿姨还记得我，真是感谢谢天谢地。然后我不知道下次我其实不敢下次去了，因为我怕他等下又请我也不好意思，所以我下次就决定不去那家店。可是因为那家店真的面的很好吃，羡慕有照片。班长晚上好，因为我阿宙以前也很喜欢去吃那家店，但我阿宙离开了啦。阿丽后来有在店面抢，没有没有，所以面店在哪？我要去看女儿，那不是重点好吗？你也要合照吗？你确定？你要非常非常之确定哦。但是他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然后他女儿长得很漂亮哎，其实是你还是你推荐给我们，我们帮你去吃。那阿姨是越南的阿姨，人很好，真的很好。女儿是重点吧，人家有儿子啦，人家有个弟弟，应该也是国中吧，或是国小六年级之类的。如果妹妹是国中的话，那弟弟应该是国小五六年级，他们应该也没差几岁。四期生欢迎梅梅哦，对，哎，要四期生了耶！我是那个失散多年的长子。好了，你们真的是很无聊哎。晚安，晚安，乖乖，欢迎，晚上好，仲英，晚安。我看起来是喜欢老板娘的人是吗？叫他女儿来参加四期生，他女儿应该是不想要当偶像的感觉。他女儿是有在看电影，应该是想加入演员吧？应该不会是。我是不知道啊，但我前阵子才跟我朋友，就是跟我朋友聊到，我就说如果实习生有要进来想，就是也想来演电影或者是想要演戏的，那我会跟他们说，就是哦，就是这边是偶像，我们是唱唱跳跳的，就是会这样。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经历来分享，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可以在团里面暂时就是剩两年，哎，我不知道我剩几年了，其实，但是剩没几年，我希望可以把时间花在就是跳舞啊，然后舞台上这样，就是把舞蹈都学好来，然后 AKB 的舞就是也都很多啊，就一套公演都是很多，所以我也不希望就是有外务的工作，然后影响什么这样。我是不知道我会续约，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跟你们说，如果我真的好多三年四年后我还在 AKB 的话，能看吗？这么老，谁要看老人？你们一定都不想看老人呐、啊，是不是？我是不知道我的约到，我没有爆雷好吗？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约到什么时候，但是我只记得就是。我应该到30岁，应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好，你先上课，你们会看吗？确定？确定还看我？真的吗？你们要说到做到哦。等一下，我先搞定这个项链。我刚刚突然看到项链，就蛮想戴项链，觉得这个应该搭项链会很好看。但重点是我看不到镜子。嗯，等一下哦。等等我，嗯，怎么那么难用啊？这项链是骗人的哦，套也套不进，哦，套进去了。这个项链呢是一颗珠子，你看，
是不是蛮搭的？哎，不错哎，赞赞哦，赞赞的。我上个追的台湾女团刚组团的时候就有团员28、26岁了，所以你追9年吗？你9年还没毕业哦。宝莉哪里老了？那七七妈妈咪娜不就没有啊？他们的，我跟你讲，那个不是什么老不老的问题，只是，好啦，是没有什么关年纪不年纪啦。嗯，可能我觉得我还有很多梦想想要做吧，就例如你看，说一个开咖啡厅，说想要，嗯，自己当老板，自己什么样都很多梦想啊，或者是平凡的生活也都是梦想啊，所以我觉得我一定是还有在我有体力有能力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还可以做更多事情，而不是单单就是只为一件事情而活这样，因为我觉得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好玩有趣跟很苦的事情等着自己，所以我觉得我处于在我现在自己给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会努力做好每个当下的自己，但我也不会忘记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啊，人生的很多给自己的期许等等，啵啵啵啵啵啵啵啊，回家种菜，你看也是一个梦想啊。所以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自己的梦，还有10天就梦想成真了。好，祝你一路平安，一帆风顺哦！阿丽可以去卖衣服了。我跟他们说，我其实这个后面衣服真的很多。我跟他们讲，我真的是衣服多到我自己在想说，没事找事还是不要乱买衣服。因为我今天明明是去买一个东西，就是很必须要用的东西。就我就逛着逛着，哎，也一服饰店，然后就去买了衣服。在团里也能做啊，我们帮你顾店。你们真的可以帮我固定了，我真的是很希望哦，支持你所有的决定，不管你在哪，希望你都开心就好。我也希望你们不管在哪都一定要平安顺利，开心最重要。但是不一定啦，一定不会每件事都那么开心。可是啊，就是人生都遇到很多白目又讨厌又怎么样的事，又就像我今天，我跟你讲，我最近很常被惹怒，就是我最近。脾气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的暴躁，可能因为那个要来吧，一直在那边给自己借口。好了，就是当自己脾气不好。最近就是很爱生气，因为我今天我在一个地方，我就在走路，我在人行道，然后就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他就是要停在那个我走正，因为我们是面对面，我就走着我的路，我的人行道，他就是要临停我要走的那个人，那个道路这样，人行道。然后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就一直朝着我的脚那边过来。然后我就说哎，不好意思这样。然后我就说哎，我在走路哎。我就心想说我在走路，你一直想停在我的前面，然后又靠近我。然后我就想说我又没有招你，我又没有招车，你前面也没有写空车，然后我又没有要坐的意思。然后你就一直，如果我没有跟他说不好意思。哎，你快撞到我了，他就会往前压到我的脚，真的是现在，而且他就是很自己的那个，很自己的世界。那位司机真的是，我差点拍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前面的那个面板，就是说不好意思，然后算了，我是一个那么优雅，今天穿的裙子漂漂亮亮，我还是不要做这种事情好。但是我还是跟他说不好意思，我要走路，你一直过来。你这样子我怎么走路啊？这边是人行道，我就是好气好声的说，我说你一直靠过来我在走路这样，我说这边是人行道你要看一下人，然后他不理我，我想算了，他也不想不好意思，他说他也没有想拍谁，我就直接走，我要催他，我就这样，他就走了。我是压住我的气，真的是压住我的气，不然我真的是想要一拳把他面板打爆哎、欸！如果是我会碰一下，然后索赔。你很无聊哎、欸，下次叫我来，我揍他，我去跟他碰一下，跟他索赔，拿钱买三星，可以优雅的敲他的，然后后视镜他就会理你。算了算了，我觉得算了算了。因为你是聆听力好，那就让你们聆听吧。好，聆听就把我直接碾爆，全身从头到底，好不好？真的是想到那阿伯的脸，就很想要
还有说，还有你不是我爸，抱着一拳，没有，开玩笑了。我会直接，如果是我家人，我会直接说你没有礼貌，这样子，爆火气。好险你没有打，打了会上新闻。因为我有自动往店家里面的那个走道说，因为我想说算了，你要一直靠过来，那我只能说啊，不然呢？啊，算了，还算我还是有压住我的脾气，好吗？算我是有 guts 的人，好吧？不然其实通常，如果是我不知道，我们家的女生都是这么脾气，算是好的。我们家的女生，像我亲姐姐啊什么，她们都会觉得算了算了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很少会，我不喜欢跟别人起冲突嘛，我觉得。算了，人很丢脸。一是我觉得在路上没必要这样子，所以就算了。如果真的遇到一些比你脾气还暴躁的人，我就很懒得吵。我应该会像木木一样淡定，就是人家骂骂骂，我就哦就走了这样。人气女团偶像路怒爆锤计程车，金马新人道路纠纷竟敲打后视镜。好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真的，我也不想这样，我也不想搞得就是这么的难看，我不敢，我不敢。Hello， 泽伟，晚上好。我跟你们讲哦，就是这个乳液啊，是娇生的嘛，这是娇生的乳液嘛，它是玫瑰与茉莉香气的乳液，娇生媒体主张的24小时全生成，不不不，你知道这谁推荐给我的吗？而且它真的很香哦，我每天洗完澡就一定会擦全身，这是小三美玲推荐给我的，她说这个很香。娱乐新闻版面很需要上面两位标题语言人才，很赞很赞。我跟你讲，标题很重要。果果好像也遇过金世运将，那是什么？中影，谢谢你的文手礼。是说阿丽知道嘟嘴要对着镜头这个国际礼仪吗？这是有对你的国际礼仪，宝宝香味，这个很像哎、欸，这个是小三美玲推荐的香味，我最近每天都会擦。如果你们也想要。有跟阿丽一样的香味，那你们可以去买这个味道的乳液，而且我已经用掉了一罐，这个是第二罐喽。叮叮叮，跟大家推荐。然后我跟大家说，我最近去了一家，就是华山，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哦，忘记，反正我去华山逛逛，然后就是有一个快闪店，就是这个兔兔，你们知道这个兔兔吗？我买了一个它的护唇膏，我跟你们说。好像是计程车司机激怒他，真假？那他要怎样？我在我的世界是这样。Hello， 小渊，谢谢追踪主播，跟你一样的香味会不会很 gay？ 应该会哦。这个香味就是，这个唇膏真的有去拍拍立得，这个很可爱哎，我要买这个哎，我就是我还要买他的那个草莓牛奶，好好喝、哦。这个呢，涂了真的会很油亮，我的嘴巴会很油亮，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嘴唇。真的很油亮，吓到我自己也想说哇我买对了，因为我最近嘴巴很干，你看还要再涂吗？阿丽怎么了吗？阿丽怎么了？去华山不揪有事吗？你在香港，我要怎么揪你？你就算来了，我也没办法揪你，好吗？你是不是还在做梦啊？好吧，让你做梦，祝你的梦永远都不能醒来。我觉得我这个油亮的很美，我觉得我嘴巴都亮起来了，是不是想亲一个鼻？没事，唇色好美。而且我最近呢非常非常热爱自己的嘴唇不要太红，因为我们平时每次表演的时候不是都嘴巴都涂很红吗？那我平时底下，我平时自己私底下很喜欢那种裸色的那个口红啊，
就像我自己在那个什么一个地方买。我跟你讲，如果这边有女生，跟大家推荐这个牌子的，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念，反正就是什么 BEADAUTY， 然后它的裸色，我跟你讲超裸的，很好看。这个呢，就跟我自己的嘴唇的颜色是差不多的。原来我还没醒，你一直都没有醒。好适合化妆品牌广告。晚上好，人品君，裸色就不要浪费钱。可是因为有些人就是本身天生就是没唇色啊，干嘛这样？所以呀，有时候就是要买一些。这个就太红了，你们看，这个是之前买那个送的小款的那个口红，很可爱，超可爱的。裸色可以涂凡士林。裸色和护唇膏的效果差在哪？护唇膏就是护唇，裸色的还是有点，毕竟有点干，你就必须要用一点护唇膏啊什么的，就很麻烦。所以反正就是这样啦，你们男直男不懂，女人的口红永远不少，永远都缺一个，好吗？你们这个不懂女人的帅哥们，你们现在要好听，等到你们交女朋友之后，你们就知道要买什么给他们了。他们需要的东西很简单，就是护唇膏跟唇膏。我的错，我不懂。女生化妆品学问好多，永远缺一支。对啊，所以你看你们要怎么讨好女生，其实很简单，真的没有嫌多。那我可以问问你们男生的快乐有什么吗？好想知道哦。你们可以告诉阿丽你们快乐男生的快乐有什么吗？在座的兄弟们可以分享一点给我吗？哪一天我也要当兄弟。看到你嘟嘴，看阿丽。我今天早说嘛，我买口红给你。打电动，看到你就快乐，听你讲话也太简单了吧？听我讲话你就很开心了，这么简单哇！看来你们要复制很多个阿丽，因为阿丽哪一天会老，牙齿会掉光，不能讲话，懂吗？同步，好，这指甲油好像不错。这个是我跟原子竹去逛街买的，它是灰色，然后会亮亮的。那我要预约那个阿丽。这题不是男生也可以回答吗？一起当兄弟，快乐就是如此，朴实无华。去外面采水，那是什么字？只有吃早饭会擦嘴上的油，怎会去找东西往嘴上涂油。欸，我跟你说，我们就是很常就是在团里面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忘记带这种唇油，因为有的时候嘴唇就是希望，就是有时候化妆你就希望自己的嘴唇油油的嘛，就是会亮亮的很漂亮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互借彼此，有人有带，我就说，欸，你们有带那个唇油吗？欸，你们有带那个油吗？我要那个猪油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借我的。看你们灰色的哈，哇哦，主播晚上好，哲伟一晚安，可以补档，我还可以继续听十几年懂。猪油晚餐吃了吗？吃了，干脆直接抹猪油，我有猪油吗？你们有猪油？你们有什么猪油可以告诉我吗？擦起指甲油来，像蛮好看的哦。你看，欸，这个涂太厚了，没关系。啊，涂太厚了。欸，但这支指甲油不错。没事，等到那时候我比宝丽更快了。等你30，我已经60了。哇，我们差这么多吗？我要叫你哥哥，大哥哥。我们差30岁啊！哇哦，酷毙了，帅！
很大哥哥，小哥哥，跟我差不多岁数的，我就要叫小哥哥。猪油炒菜或者是包子馅放一点，确实挺好的。什么啦？猪油晚餐？那个猪油是那个护唇膏的油，好吗？可以叫我老哥哥嘛，大哥哥，阿里人真好。你好爱涂这种水泥色，酷啊！就真的很像水泥美。啊，我这个好像涂太薄了。阿里喜欢水泥，这个颜色很特别。跟你说，你们不懂，我懂就好。我也不知道我懂不懂，有时候就是很爱买着买着让自己开心，然后就放在那边，然后也没有。你看，灰色的，呜呜呜，它亮亮的哦，跟你们讲，它非常非常亮。阿丽40岁，我搞不好已经做菇了。做菇是什么意思？哈，这颜色超酷，好看啊，这颜色。果然你们懂我，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看，我就随便乱买。生老病死，生命时伤，没办法。朱莉安是显得欺负好运牌。那小三岁呢？小三就是弟弟，可爱的弟弟。做菇就是等于哦，可以懂。像现在很多车也会贴水泥灰，买东西就是自己开心啊，很漂亮，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总是会就是喜欢我所喜欢的，谢谢你们，你们真的是可以做那个爸爸，把上爸爸，把上爸爸，只要女儿想做的我都支持，你们就是把上爸爸。听说哈永嘉要上在那个串流是什么？串流是什么？这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串流是虾米？不灵不灵的。NOD，酷！我们可以看到哈永嘉了。我先去剪头发。可是我觉得哈永嘉真的很适合在大荧幕放，尤其是那个雪景，被大家放大来看那个美丽的风景，让你们爱上南山。哎呀，南山真的很美哦。住在外国的，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去看看南山到底有多美哦。认真擦几下，谢谢红包，是谁给红包啊？这么好，谢谢哇哈哈哇哈哈的红包，谢谢你。画面真的很美，对，想到去年打片期，阿丽很少开播，我是那时候完全没开播，看美丽的阿丽，放大来看素颜的�阿丽。毕竟我也是看过5次大荧幕的人，哇、哦，棒棒 ！Hello， 妈妈咪呀，哎，我在家，妈妈咪呀。看网飞会有吗？我不知道，图就专心图吧。Netflix、迪士尼家这些都是串流，那它会放在哪里啊？就可以看剧的平台。哇、哦，酷毙了！如果有上到 Netflix， 我就会第一个看。就先看起来，再看一次小荧幕的快感。等一下，我先搞定我的字节。你们说什么？你们说什么？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听不到，听不到。有时候真的觉得我很屁孩。最近想当屁孩，觉得屁孩很可爱。以前当屁孩，现在也想当。我是不知道我以前是不是屁孩。哎呦，我的指甲怎么这样？等下再剪，呜呼，这指甲抽筋了，不是指甲抽筋，手指抽筋，因为我刚
太大力了，伸直，好像可以咯。我跟你讲，这没有过没几天，我就要卸掉。一身屁还自愿，你高中的照片有点屁，才屁嘞！对啊，我屁。哈永家有快感吗？看哈永家有快感吗？什么叫快感呢、啊？其实我也不懂。但我看哈永家，我觉得，哇，我在上面，我自己也都不敢看这样。还有一堆只为了印前印后的票，很棒！你们那阵子真的是太棒，你们真的是。我真的是太爱你们了，素颜少见，所以要放大。我喜欢那个杏色，就是皮肤色这样。这个，你看，哦，指甲抽筋怎么回事？是那个啦，不是指甲抽筋，是那个手指抽筋。因为我刚刚手一直这样盯着，感想是哇哦，我觉得看他人家就是会被所有风景给吸引，就是我觉得好美哦。原来我们在这么美的地方生存了半年左右。对，也会被人吸。生存了半年，难怪阿丽也美。计谋会讲话啊？怎么计谋会讲话啊？哈喽，欧比王，欢迎。哎，我跟你们说，我跟 P 组，来，我们来聊聊 P 组跟大家相处怎么样，好不好？其实呢，说来话长，我当然还是跟我最熟悉不过的两个人相处比较常相处，就是一个当然就是高彦辰嘛，再就是张雨林。其实我每次练习完，我最常找他们的找的人就是这两个，因为毕竟我们是就是萨库拉出来的嘛。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头目啊，然后布丁啊，你的弟弟呢？哦。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最近因为我就是我的休息室都跟弟弟孟纯，反正因为什么我觉得我最近可能跟有些前辈更亲近，那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都这后台蛮常聊天的，然后就是因为乐团嘛，乐团本来就熟悉弟弟，所以我对弟弟不陌生，因为弟弟也人很好笑，就是。每次我会被他讲的话，就是会觉得哦，这个人怎么那么可爱这样。然后他们给我的气氛都还蛮欢乐，都很欢乐，就是我跟他们相处好像没有什么压力这样。就是我们相处的模式是，就是你该当下你该做好，就是你该做好，这、就是你自己分内。但是私底下玩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跟他们就是还蛮聊得来，然后还有。就是聊的东西其实都蛮共通的，都有那个就是共鸣这样。然后像孟纯嘛，滴滴，还有想想他们那个 mini four 还是 four mini four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还有子轩是因为见面会有帮他弹吉他，然后那时候跟他们一起，还有彩杰，我觉得他们都很好聊天这样。就是很开心，他们都对团员也都很多在 P Love Hustle， 就只有柏林不在嘛。然后 Mina 是因为我其实也跟他也蛮可以聊的，就是其实，在 P 组大家都可以聊天，对，就是你看里面还有熊妹，然后组长嘛，一家，就一家也是，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去宿舍组跟他们聊过天，所以我对他也是。就是他也是一个跟刘晓琴很像的点，就是他们两个都很正能量，然后也很可爱、活泼什么的，
就是他们也很多 idea， 就是很多想法都很古怪，这是他们宿舍组很共同的点，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相处起来都是觉得哇，其实好像我身边的朋友或家人就有像他们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跟 P 组相处的。对，就是我觉得 P 组真的是还蛮梦哦，说真的哦，那天玉圆还真的把梦纯看着你。对啊，很多人都说我跟他很像，他现在有把头发也染暗色了嘛。弟弟是指小弟吗？对，小弟 ，mini four， OK OK，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蛮开心跟他们一起的吧，就是有。他们给我的感觉都是我身边好像也常出现的朋友们，就是他们也其实也蛮疯的，这样疯的让我觉得哇哦，就是他们好好可爱哦。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很有独特的好笑跟魅力都有在，就像组长他就是一个，就像你们说他没有什么负能量。然后哦，品涵，我跟你讲，我也很喜欢跟他相处，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然后我终于就是跟他同组，就是我觉得他做每件事情都是很值得学习的吧。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榜样，然后再就是他都笑笑的，我觉得他感觉，虽然他感觉给我的感觉，因为他每件事情都做得很棒很好，就是我们可能一个动作一个舞蹈他就会回家复习很多次很多次那种，就是依我看来他是这样，感觉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但他散发出的能量却是觉得是给人家满满的正能量，然后觉得他是一个很爱笑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前辈，就是很值得学习，如果你跟他看他做事的方式这样。然后组长就是很多好笑的点子，然后他也很负责任，然后他又很正能量，然后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愿意为我们着想的组长，就是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就是好像很了解，然后也都知道我们自己，就是我不知道，因为他很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然后但他也会有就希望我们一起成长，然后他也会严格的感觉，但是他的严格是很让人没有压力的那种严格，这样跟头目有点像，他跟头目真的蛮像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在我 AKB 的生涯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存在，他们两个就是让我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不管是今天谁，我觉得我待在 TP 都算是很值得的啦。对，然后他没有骚扰平安，他没有严格，但他就是也会告诉，一直不断提醒我们要做该做的事情。这样，想看你跟果果哦，果果就是我也其实跟他也蛮常互，因为我觉得果果是一个，我觉得我最近被他一些举动给融化到，因为我觉得果果他很常会怎么讲，自己傻笑还是什么，他就我觉得他笑起来很好笑，就很可爱这样，他每次就会我不知道那个是不经意的看到他在傻笑，我就觉得很可爱，而且他就是感觉他也没什么脾气，然后他也对人都是很和蔼的那种，就是什么都好好好啊，好吧，好啊，好啊，好啊，讲，然后就觉得他蛮可爱的，就是，对啊，看他那么高大，感觉应该会是很高冷的人，就没想到是一个蛮可爱的一个人，这样。玲玲哦，不用说，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哦对，玲玲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因为加上他是二期学，然后他还蛮好笑的，就是因为我就看他跟李梦纯他们相处的模式，还有韩都相处，因为他们在以前在 Daisy 很常会互相闹玲玲嘛，玲玲也会就是跟梦纯他们就是会互闹这样子，然后吴婉玲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也是有点小呆萌嘛，就是我每次跟他讲很认真跟他，就是我每次很认真跟他讲一件事，他就给我自己在想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话，他就说啊我刚刚在忙啦这样，然后我就说那你还真没回我哦哦哦这样子，然后就很蛮呆的，然后再来就是
我等一下跟你讲卢卡，我等一下说卢卡，然后婉玲就是会很常问他，大问我们每个人问一样的问题，每五分钟就问一样的问题，就是你觉得我是性感还是可爱？就是我就跟他说，我第一次给他回他，我就是说，你可能，我觉得对我来说你是可爱吧，这样，然后他就说，哈，我想要性感，然后我就说，那你怎么想就怎么想喽，你觉得你是性感，那你就是性感喽，这样 ，Hello 乌诺，然后就过没五分钟，就听到他要在问别人，对他问完，然后他自己其实自己有答案，他只是问一个，我不知道是问一个什么，因为我自己也会问一个心酸的，但是我每次听他讲，我就觉得他就是可爱啊，就真的很可爱，然后一直问，然后还跟我说他性感，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蛮可爱的，对，然后吴婉玲就是讲话也是很天真，很纯真，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适合疼的妹妹这样。然后有时候看着他有时候也会有小小低潮的时候，可是我觉得那个低潮的样子也很可爱，就是当他觉得哦压力好大，就是觉得哦很多事情，因为他常跟我说我真的好希望这礼拜赶快过完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说就很多事挤在一起，我想赶快做完呢，我希望这个礼拜赶快做完，下去赶快做完这样。然后我就说好，没问题，这样我们赶快做完这样，就是是真的蛮像自己身边的妹妹，就是很适合疼啊，拿来疼的。然后卢卡是真的，后面是真的乱了。然后卢卡是他有的时候他其实很安静，可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因为我们 P 组的气氛很蛮欢乐的，在休息室这样，然后我们就一直聊开，然后卢卡都会听到我们讲什么，他突然就会岔出一句话，然后我就说卢卡原来你有在听我讲话，然后他就会跟我们一起聊天，他有时候会突然岔出一句话，就会觉得我就觉得哇也太好笑了吧，就是卢卡其实也是还蛮乐观的，然后他其实就是都也就是他都会就是有在跟我们一起就是开开心心的在我们这个气氛里面这样，因为我们每次都觉得卢卡其实很好笑，就是他也很蛮可爱的，对，反正我觉得我们 P 组我遇到的人目前为止就是都是很欢乐组的，我在 P 组遇到的大家就是就算会吵架，感觉没能吵到哪，但我觉得我们组算是欢乐组这样，我就把它称为欢乐组这样。我是没有去过别组，但是我们组我自己相处过，我是很开心这样，然后我也觉得很幸福待在这里这样，有你就再欢乐。然后我是一个我在里面就是我都会听大家讲话吧，然后有时候也会跟他们疯，然后也会跟他们开心这样。耶，我的指甲油好像干了，要再上第二层。OK， 上第二层。欢乐组，对，真的是欢乐组。就是我们好像组有一个，那时候好像问到他们，好像有问说，哎，一家你希望我们组的那个什么，那叫什么中心？那叫什么？就是你希望的我们 P 组的中心是什么？然后我就说，我们组应该就是，反正只要平安、健康、快乐为主吧。我们的主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名言，就是平安健康健康欢乐这样，就开心做自己的事这样，气氛这样。欢乐组柠檬线的樱花，然后最近也有跟那个三期妹妹们一起这样，就是我跟那个谁小雨是真的很可爱，小雨就是你莫名都会想去摸他一下，就是他很像，说白了其实有点像你家的猫咪或者是你家的小狗狗，就觉得哇它放在那边就是很适合去讨摸一下，就是很像一个小 baby 这样，就是可以揉一下它的脸啊，像小雨还真的是快乐的宗旨，对，我们的宗旨就是平安健康，对，它是 Mina，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有这种的气质给我们，就是小雨真的是蛮可爱的，你是就是就小雨就真的这边很可爱，端一端一的这样。然后我还跟他说，哎，你跟我妹年纪相同哎，我说哇，你真的适合当我妹，这样，我表妹，请不要欺负后辈，我不会欺负后辈，我觉得他们很可爱，好不好？我们聊天，他们也都会跟我们一起聊天，他们还蛮就是，
不怕那个不怕生的，我觉得他们都会就是跟我们主动聊天互动什么的，我觉得他们还蛮可爱的，就很可爱这样。每次听他们讲话都觉得哇，融化了。然后我的那一组还有燕子，我觉得燕子是安静，然后又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有礼貌、安安静静，然后做自己的事情的女生这样。而且每次看他都是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情，很少听到他讲话。然后我听到他跟小雨讲话，他都很温柔对小雨，我就觉得哇，因为我知道小雨，我知道燕子他有一个妹妹，所以我每次听到燕子在跟小雨讲话，我就觉得他好像对他妹妹也是这么温柔这样。又在干嘛？在涂第二层指甲油。燕子，对啊。然后我们这组还有就是这两个吗？哎，还有谁？对，就这两个。因为少彤跟那个是在另外一组。没有，这是涂第二层啦，指甲要涂两层，它才有一个厚度。燕子不简单，燕子很，他好，他我听说你们有听说他的那个吗？以前是不是也是？你们应该知道他吧？你们自己应该比我更清楚，应该查过他的资讯吧？是吧？我怕我这边讲好像有什么暴雷之类的事情，但就是你们应该了解他吧？这个是要涂两层，傻瓜。燕跟雨的互动感觉超可爱啊！对啊，他是一起生针，对对对，他要来上，对对对对对。我很怕我爆雷什么，但你们好像都知道，那就好。因为我怕我自己会觉得哦，我是不是讲了什么这样？但其实你们都知道，那就好。我觉得燕子很懂得世界，因为我感觉他好像很早就出道之类的，因为他。好像都很知道这里的规矩或什么什么吧吧吧，我觉得他就是蛮感觉是前辈的感觉，我自己这样看来啦，是这样子没错，懂事乖巧，向前走 MV 有他，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他是大前辈，你看我就是人都会看人的，你才傻直播不直播，专心在涂指甲油，我就突然想涂嘛。回回，谢谢你的浪漫樱花，哪个都是前公司的事不算爆料。从小时候就看过他了，很成熟，还敢假装后辈啊？我是后辈，我的确是后辈，我是后辈，后辈脊椎侧弯。哎，你们看到你看我们见面会的那个什么那个兔子耳。我是萌新是什么？哎，我不知道这个灯光会不会让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亮亮的，它的那个指甲油是两片，好漂亮哦！这个颜色很显白，你们看。四期生进来，压力就变大前辈了，不敢当，在家里也会带兔儿，没有，我就是放在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放在那，没有，我色盲 ，OK， 你色盲，我等一下下播，我想要整理房间，我觉得我房间有点乱七八糟，虽然再怎么整理，它还是这样乱，但没办法，我觉得我应该来整理一下。可以给木木带，给木木带，他应该会甩烂吧？原来阿姨在家也带，没有，我只是我那一天，我下班之后，我就把东西放在那里，因为我睡觉的地方是这里，那另外一边那个是就是就放在那边，那边没有人，然后没有人睡，所以就可以放在那边。我的床上我都很喜欢放各种东西。要整理房间这句话怎么感觉很常听到？哎，我是有整理的人，好吧？
我就是东西多，理直不完就想睡了，根本不会整理。哎，你们太了解我了，真的，我觉得你们太棒了，太了解我了，真的。嗯，谁要关我灯？我去看一下是谁。谁？没有礼貌。是谁 ？Hello， 杜雨善。哎、欸，我的是闹鬼。乱讲，应该是我弟在那边。喂，不要一直开关啦，谁啦，白木，哎、欸、你怎么回来，哎、欸、你的衣服在那，去拿一下，你要去哪里，你为什么回来，我要上树哦，蛤，我要上树，那你明天要回去哦，对啊，那你优秀，不要再关，你刚回来啊，我在直播，在直播吗，他们说咦，他说弟弟想要帮你做灯光效果，难得回来，第二哥哥回来了，谁，龙哥，嗯，哥哥，哦，拜拜，该走啦，麻烦，今天家里是兄弟都回来，不要再关了啦，小燕在小雨年纪就是小美女，我跟你们说，我家今天，我们家有三个弟弟嘛，大哥也会回来，二哥是刚刚那个，然后小弟是今天我还没直播前五分钟哦，他就过来说，姐姐你有充电线吗？然后我就说我手机快没电，我等下直播，你先借我，一直烦我，就跟他说我在充电，然后他就说你先借我妹这样，然后我说好、啊，借你。弟弟效果做得不错，关起来。但我弟现在他去当兵，他是军人，然后他今天回来，这样我觉得蛮辛苦的。我觉得当军人其实蛮辛苦的。对，反正我弟就是一个可爱的弟弟。小野木县的祈福好运牌，我们家有弟弟，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他们就我就没有在外面租房子，因为我之前都在外面租房子，你们之前看到我的房子都是租的这样，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住台北这样，就是我对，然后也是我住台北也是我另外一个亲戚的家，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很常看到我两个直播的地方，一个是这边，因为这边是回我的算是老家吗，住，因为我实在是真的是就是因为台北的房子又贵，所以我就也没有想继续租台北的房子，所以我决定回来住，所以我就把这一间房间就是因为这个房间是以前我大舅的房间，然后我就把它整理这样，我不用逼，然后我就回来住，因为我的老家很多房间，就是弟弟们他们都各自都，因为我大弟他就是去还在读大学嘛，他就是运动员这样，然后二弟就是刚那个当兵，然后小弟还在读书，所以大弟跟二弟不常回来，然后家里就只剩下就是一些叔叔阿姨啊这样子，然后对，住这边很热闹，就是对，一定是免费的才省钱，对啊，就很省钱，其实我现在回来住，我觉得好像比以前还在更省了，因为以前真的住外面真的是好贵好花钱，然后我觉得回来而且这边也方便，现在车子搭车都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这样对，就是回来有家人可以互相帮忙，这样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嗯，就不用在外面自己要付这么多钱，每个月都是要付钱，就是哦，心都在流血，然后现在也就是。也不用再去做很多外务的工作，这样我自己洗澡和定点大小便。哈，你是说你十一号为什么你跟我回来没有地方住？你可能只能住草丛，我家是不能进男人的，不好意思，我家门口是只有我家小弟、大弟、二弟都回来才可以，是不进男生的，不好意思。
我是不会带男生回来的。你自己住外面又会一直想有的没，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自家很开心啦，就是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可以，他们虽然不是亲生的兄弟姐妹，但是他们是表的嘛，堂的嘛，你是狗狗旺，公狗也不可进哦，只有母狗可进，你看木木才可以进来。我可以在门口搭帐篷，没事也可以去煮煮家睡。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说真的，对，就我觉得我就是不喜欢去麻烦到身边的人，所以我就会尽量觉得，因为我刚好我台北的家，台北的亲戚家，他们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台北小姨子有阿姨啦，其实阿姨她有时候小孩也是会回来，所以我也不能一直住在他们家，所以我就是偶尔可能有时候练习到很晚，就假如说我们有时候会练习到10点啊或者是11点什么的，我就会住在阿姨家这样，然后可是大多数其实都是会回来桃园这样，这边就是两边跑啦，因为我平时如果你只要常常看到我在另外一个背景的话，我就会看到其实我蛮常在我阿姨家，因为那就是那时候正那个时候蛮多练习的，所以才会住在那里。可是如果阿姨家小朋友都回来，他的阿姨小朋友都回来，我就会回来这边住这样。可恶，我需要阿丽，我是要阿丽，我就让祖祖知道我的厉害哈。今天来敷个面膜，最近皮肤真的是干到想哭，最近皮肤真的超干欸，心想说发生什么事，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皮肤干，所以很爱走镜头的是姐姐，是那个是我之前自己租的房子，那个很常走镜头的姐姐，她因为那个就是我租的房子没有租，所以那个姐姐她都回她妈妈家住了，这样假冒阿丽大闹煮一番。但我觉得回来还是比较好，就是我跟我家人相处又可以更多时间一起，而且姐姐怎么了？姐姐干嘛？你不要当电灯泡，姐姐是幸福美满了，对啊，没错，是啊，我不要再当姐姐的电灯泡了，家叔说的没错，姐姐是一个已经开始可以结婚，已经要结婚的年纪了，我觉得开玩笑，好久没听姐姐唱歌，只记得姐姐男朋友很有钱，你们怎么都知道，少在那边乱讲。我想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先给大家看我的那个收藏的那个蜡笔小新，好像可以，蜡笔小新墙到底是怎么那个，要看一下怎么镜头方向，我没有买小哦，这个是切换镜头，好，等一下先把房间遮住，不然你们等一下又看到我的房间很恐怖，然后又要叫。你看，最近没有多什么，但是就是给他看，你看小心，都是小心，你超可爱。我每天回来看到这面墙，我都觉得这个是那个谁送的，那个晨晨，
很可爱，超可爱，都是小心，小心小心，你就多了很多。最近也自己爱买啊，最近真的是超爱买小心哎、欸，最近看到什么都觉得啊、哦，是小心小心就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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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导致我最近就是觉得我是小心富翁，开心。自己收集这种东西啊，回到家，我因为我放在门口前面嘛，然后自己看就觉得哦开心哦，我讲对你以外的东西没兴趣，被嘟嘟左卫门，你可以当手电筒，哇好多疗愈小物，真的很疗愈哎，每次看到就觉得哇小心呢，小心我回来了哦，我去日本也有买小心，我也很想去逛小心的那种。这是专门的店面，小心富翁你好，小心小心，蜡笔小心，顺便买动感超人。小心真的是很疗愈的东西，又不知道怎么近几年小心也开始火热，就是大家都喜欢小心。不给你，还不给我，你自己收藏。可是我对小心地有印象只有大象跟屁股，我对小心有印象是他爸爸嘴巴，他爸爸的脚很臭，然后美牙是那个很爱念的妈妈。那小心我跟你说，美丽的姐姐莉莉子姐姐你回来了吗？他如果会讲话我就会把他丢了，太恐怖了。如果玩偶会讲话，我真的我不想上演这一幕，因为我自己会吓死。别不要不要让我就是吓到，真的，我会吓到。还有小白，你有看过那个阿呆提鼻涕？有啊，卫生纸盒我知道那个啊，但我对阿呆是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就没有买那个东西，很贱。对，我是真的对阿呆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啦，小白 OK 啊，小白。可是因为我觉得收集小心就够花钱了，何况是收集还要收集别。握手会要改穿小，哎，好可爱哟、哦，好像可以哦，但是我买不到，你们可以穿呢、啊，哈哈哈。阿呆走心了，阿丽吓到会歇斯底里。底里嘛，我会想说，我不想再收集玩偶了，我会觉得那个是噩梦。小新妹妹也很可爱，小葵，对，小葵很可爱。阿呆那个差点买给你，你说那个流鼻涕的，但我觉得是你们的，我都会收。就是其实那里面也有很多你们送给我的，我觉得那些都很珍贵。就是我觉得你们给我的东西，我都会把它好好收好，包括信，还有一些礼物什么的，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很值得收起来，然后以后就是你知道吗，这种东西都可以到老到久。看到木木的同类在抱着，在性骚扰别只狗。哎，有点冷，因为我开窗户就有点冷。啊！你看，就连喝咖啡还会打喷嚏，真是。我弟刚看到我这造型，应该觉得傻眼吧？姐姐怎么会绑着这个双辫子？然后，可是我家其实蛮冷的，我懒得寄去台湾再寄。哈欠，我像打喷嚏也很香。我家也很冷，对，我觉得我家好冷，就是怎么一种我觉得冰箱的概念，就地板也很冷，所以。每次木木在这边，我就会一直铺地盘给他地毯。弟弟想说你在装什么可爱，他想说姐姐你有病吗？你穿这样干嘛？今天晚上有点冷。对啊，又变冷了。心比较冷。他
怕海边冷暴。我手机没有充电，充一下。等下拍又没电，等下直播到一半又没电，傻眼猫咪。我的指甲完成了，应该干了吧？你看，应该是干了啦。这个指甲蛮，哎，我喜欢这个颜色，它蛮漂亮的。啊！白痴哦，傻瓜，傻瓜，我们的你直播到一半没电是日常吧？心比较冷，灰指甲该疗该治疗了。傻瓜，我们都一样，被情伤了又伤，相信这个他。好，拜拜，赶快去充电。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我们都一样，被情伤了又伤，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只有你傻，不要欠妥。你很爱骂我耶，没有人那么爱骂我。傻瓜，你们才是傻瓜，被情伤了又伤，相信这个他不一样。我记得我跟你们说，我最近找不到我的手机壳，就是我最近没什么在买手机壳，然后我就一直找我之前就是买的手机壳，竟然不见了，哭哭。对啊，我自从换这只手机，我就没有再买什么手机壳，然后我唯一买的一个黑跟白，然后另外一个竟然不见了，我是找不到就算了，我说算了，没有手机壳。哎，我跟你讲，我已经很久没有换手机壳了，就是一直都用一样的，虽然一直用一样的也没有不好，只是就是这不是我的风格，还没用过就不见了，换型号换太频密，没有好不好？是我跟你讲，我手机是因为摔坏了。坏掉而不是我故意要换的好吗？它坏了我能怎么办？就只能换手机呀，而且我也不是换全就是新款的，我是换那个就是那种，哎，我的指甲还没干呢，再讲一次型号，不要，我不要说，我不说，我没有换14，我怎么可能换14？我也不，我是一个不会跟着潮流新趋向走的人，我手机不会跟着换，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换那么贵跟那么新的手机。对啊，还不干，真的是。先不要乱动好，不说我走了，停了，走去哪？不要说了，人家又没乱买壳，不要啦，比基尼。对啊，我新功能也不会用啊，所以算，不要。我没有喜欢买新机的，就是最新款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换来换去都一样啊，买了。你不知道我的型号，你自己留着用吧你。啊！你看我怎么喝了咖啡还可以，买再贵坏了都得修。
所以我是不是一个很浪费的、啊？我决定开暖气，我觉得有点冷，有点冷，真的冷。为何？为什么我家这么冷？冷冷的雨，冷冷的冰雨在我的脸上打转。Oh my god! Oh my god! 是什么东西掉 ？Oh my god! Oh my god! 我的灯就这样掉了，掉，掉，掉。等一下、哦。需要打你让你清醒，不用不用不用，我今天有咖啡，不需要打这个清醒。哎，这怎么掉了？哎，哎呀，救命啊！这个灯也太烂了，这根掉了，什么意思？刘德华你也略懂，略懂啊。以前他很帅呢，那是以前那个什么长辈们爱的明星呢。到现在他还是很帅。但说真的，如果长得跟刘德华一样帅的人跟你告白，我也不会跟他在一起。我觉得，感觉这种男生就是，是每个人的梦想，所以应该会被抢走。算了算了，还是是跟一些，就是我觉得爱我的人在一起就好。我昨天才看他的那个破坏什么什么的电影，还好我不像。我觉得我要用透明的那个，不然那个指甲油它会那个呢，撒眼呢。你知道它会干嘛吗？会结块。六十了还这么帅，不简单。对啊，我就说他真的有很厉害哎，那那个年纪了还这么帅，所以谁爱你？嗯，小布布们，小布布们爱我，完全不像六十岁。干嘛？看到我的浴巾。这边。我拿笑真的。哦，没有，不会拍到你呀、啊啊，北七哦。哎，那我的嘞？我这边有看到，我这个包头而已，因为我的那时候拿去洗，看一下，哎，乱七八糟的，他们啦，我扯衣服啦，干嘛？我弟一直看我，那我说，姐姐你在耍什么？然后我弟弟是很想上镜，没有，弟弟他来我房间拿了那个浴巾，因为我前阵子我的浴巾拿去包。就是拿去洗，然后我就拿来包头，这样，就是浴巾，我都拿浴巾来包头，这样，然后我就拿弟弟的那个毛巾包头，这是我的睡衣，跟你讲，这是我的睡衣。啊，你讲北七，我跟你讲，我讲北七真的，我最近很常讲，这个应该是我最近的口头禅，因为我觉得最近讲北七好像很可爱，北七呢这样。之类的，讲着讲着觉得很好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冷哦，他怎么那么冷？今天有点冷，我都开暖气了，怎么还这么冷？但可以骂我，偶像不骂人，只有你想陪去。弟弟毛巾卖吗？我拿去包头，你也要买。还好不是拿去包木。如果拿去包木，我弟应该傻眼。他说：“姐姐，你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包木？”我就惨了，被我弟杀了。他就是说。你是不是有病？这么冷是正常吗？对啊，我觉得很冷欸，为什么？是我家很冷吗？家本身就冷。那你们家这边很潮湿，讨人厌，讨人厌。
用木的尿擦头发，傻眼，不要这么脏，不可以这样，不行，坏坏。你家住北极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家那么冷，但现在有点暖了，因为我开那个暖气了。开暖气就不冷喽。对，不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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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说，不是因为乐团那时候要开表演吗？然后不是要当那个吗？那叫什么？就是开场嘉宾吗？你看我之前的笔记还在欸，我的那个我以前的那个乐谱都还在，你看。然后我那一天就翻出来，然后我就那个弹了。对啦，是艾莉啦，没错没错。看我以前的笔记都还在，被我找出来哟。有没有觉得我很棒啊？看这种东西是不可以丢的，这个是永远都需要用到的，好吗？然后你看，我还拿了很多哦，哈永家的那个这个艾丽伙食，最近什么伙食很好？我没有在山上啦。我还拿了很多艾丽的那个明信，就是那个不是艾丽啦，那个哈永家的。对啊，玉人你很棒，谢谢大家。神奇来买阿丽神血吧，成双的，那是成双的，没错没错。要签名给我吗？签名给你？怎么可能？不可能。啊，很多人要欸。傻瓜。我埋在松烟的下面，看你们谁找得到。谁找到谁就厉害。我只能说 P 组迷你控，谢谢你朱莉恩，我要你拿纹身笔签在我背上，我会帮你写那个忠诚仁，还有义，还有和平，所有都买满了，该花山如何？谢谢回回，签精忠报国嘛？对，我帮你签精忠报国。卡了卡了，我回来了，刚刚有电话进来，对不起，我挂掉了，只是我怕是什么电话，我把它记住一下。Sorry， 一凡谢谢你的文手礼，忠诚阿丽，很恶心呢，搞不好有另外一个叫阿丽的人呢，怎么办？有两个叫阿丽的，丽董事业做很大。没有啦，最近电话比较少一点啦，今天才一通而已，哪里大？没有失业，人生就是会有很多不便利、不舒服。这间有点惨淡的便利店，
却为我们撑起了闪闪发光的空间，不便利的便利店。对不起，我不该在你直播时候打电话给你，打屁股哦。你看我才看52页而已，没戏可拍了，失业了。对啊，没有戏了，没关系，没戏总比没手没脚好，所以我会努力的工作。阿力连锁便利店，没戏又不代表没打，不代表就是失业了，傻瓜！哎，我在跳舞啊。我还有可以做很多事啊，你们想得到的我都可以做，除了那些不正业，不是说不正业，怪里怪气的业务，可以当家庭主妇。话中说些什么？反正他就在说，我刚刚不是讲吗？没了，那么凶。这间有点不便利，却让人想一再前往的便利店，藏着能在艰难生活中给你安慰的各样物品。反正呢，他就在说，连女士搭火车途中惊觉钱包不见，然后有一通电话来告知说在车站捡到了包包，结果那个人捡到的人是一个流浪汉，就从此展开他的故事。然后这个连女士她是一个便利店的经理，就是连锁店，他就算是老板，他开了一家那个连锁便利店。然后反正就是因为那一条巷子又多了另外一家更厉害的便利店，其实让他的店面有一点就是生意惨淡，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家店，还是继续做下去。然后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员工，一个是要考上要考上某想要成为一个大学很厉害的大学，然后他就是边兼职边读书的一个高中女学生，然后是老板很喜欢的女学生，然后老板是女生。然后第二个是一个就是做那个他叫什么，就是夜班的一个阿伯，他是因为退休然后来工作，然后做一个这样。反正就是遇到了他们两个都要离开的故事，然后就是连女士的整个跟这个便利店的一个故事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在里面其实就有说到，就是他有给人家醒思，就说一间不够便利的便利店又如何接通大家的幸福人生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觉得你下班不管是回到家中，你路上经过了一间24小时的便利店，有时候你会去里面喂饱自己，吃吃东西或什么。那现在不是便利超商都有位置可以坐吗？也可以泡泡面或者是微波什么。所以其实这家店就是在说着，就是我远远为你打开嘛，然后就是类似这种东西。反正你们应该懂，感觉都很温馨啊。他在前头就有说到，他就说。他在前面就有说到，他就说人生就是有很多不便利跟不舒服，但这间有点惨淡的便利店却为我们撑起了闪闪发光的空间。就这样，一家便利店。这是下部戏的大纲吧？我也好希望可以演哦，我希望可以演连女士哦 ，Oh my god！ 或者是演里面的那个员工哦，好想演哦，我最近好想演戏哦，我真希望哦。没有，我这没有，我最近没有戏接，我现在最近很努力的在练习自己的那个舞蹈新公演，不要看笑，公演才还没开始就要我去演戏，累死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觉得我会爆炸。期待阿力下一部电影。虽然阿力也喜欢演电影，但我觉得最近刚好没有事情做事，就是最近都在忙，就是做公司的新公演的事。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很可以，就是专心把舞蹈学好这样，然后。因为你们也知道新公演的一个公演就是也很多舞蹈，然后还有走位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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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算是充实的，然后也刚好也可以休息，我觉得是好的。我觉得可以下半年再演戏，就是可能暑假那个时候再开始演戏，因为我觉得我开始忙碌，每次都是暑假正要到冬天的那个，就是六到十二月的那个季节开始才会真正的忙。我每次一到六月都很空档，很空闲。搞不好下次李安找你拍电影，哇哇哇，我连想都不敢想哎，我这句话有点讲不出来。音乐剧可以跟阿鲁卡，我觉得音乐剧我有点没办法，我的能力所及。对，哇哈哈，谢谢你又再发一个红包，谢谢你今天怎么那么好，谢谢哇哈哈，谢谢你的红包让我们开心的哈哈笑。Hello 吴承宪，谢谢追踪，讲的好像真的下半年有得演。不一定啊，搞不好下半年也有别的事可以做啊，不一定是演戏的事啊。但是我只是说我近两年的工作运通常都是六月到十二月会比较忙碌，爆炸一次就怕到了崩溃。我不会怕了，只是我觉得就是一年当中当然要半年是很放松的，半年是很充实的。就是西侧也笑了，暑假谢谢红包，歌影戏都有了，该出写真集了吧？哇，写真集我没料哎，我没有什么可以露，我可能只能露我这个侧脸，只能露侧脸给大家看。会不会哪天你要唱老舍？我可以合作，但我可以不要唱柔舌，我觉得我应该连字都没办法念好，我可能在啵啵啵啵这样子露侧脸，然后下巴要修这样，对，整本都是鼻子这样，整个都是侧脸侧脸侧脸，你们应该都不想买吧。心想说买这本书怎么在看阿丽的侧脸，我不要看了这样。绝对不会是阳春面的，鼻子特写我买爆，什么啦？什么东西？没太可爱了吧？哎，我又想上厕所了，你们等我一下，我想要上个厕所，你们给我五分钟，等一下哦。来，我来让兔儿跟你们聊。兔儿，我想上厕所，我先去上厕所。他应该不会掉，你们知道我一定要想干嘛？来，
晚五分钟再进去。等一下啊，我先收个回收。我们开始哦。弟，喂，我们开始哦。比我。给你，哦，爽哦，开心哦！我弟在我上厕所的时候说他要洗澡，我就跟他说我在大便，啊，舒服舒服，这样看看香香好。虽然你们闻不到，但是我自己希望有点香水味。其实呢，我刚刚就一直想上厕所。我刚刚大概在我就是聊到哪里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很想上厕所，然后我就是好像说要不要忍耐一下这样，结果还是忍不住了。哇，好开心哦！还以为大到一半被关灯，没有啦。啊，你们都有听到什么？没关系啦。请问为什么要玩五分钟？因为我刚刚在上厕所，不要忍啊，五分钟够吗？建议弟弟五十分钟才进去。哎，你们不要这么坏好不好？怕他洗澡笑死，吹头发。刚刚去上厕所，好了，我回来了。哇，我跟你们说，我这几天真的是没有好好在上厕所，所以我是很把握今天的机会的，因为我觉得。我这几天真是没有好好的上厕所，所以导致我有一点那个痛痛。佩戴，你们不用那么夸张好吗？你们真的不要这样子，没那么夸张你哦。没有，我是因为喝咖啡啊。你们有时候直播我都是。喝咖啡的时候，我觉得喝咖啡很容易啊。好的，一凡，不要讲出来。好。我不要再喝咖啡了，真的。第一代 N95 进去好了，懂，我真的懂。我是真的懂，真的可以克服一切。阿里以后可以在我洗澡的时候进来上厕所。Oh my god， 好恶哦。我没办法接受我的另外一半这样对我，所以千万别这样做。因为我觉得上厕所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如果你上到一半有人打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没有意义，就没有那个厕所的上，就没有那个，对，就会终止了我的美好。所以我觉得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情，但也不关咖啡师直播的影响，没有，真的是喝咖啡的事情。我刚刚有关门，关，公演前不要喝咖啡。我都只有在早晨跟我要直播的时候喝咖啡，因为要为了不要一直打哈欠。老夫老妻最后香的都是香岛，嗯。什么东西？香的都是香道是什么？对，意义很重要。我跟大家说，我最近真的是非常爱用那个，没有洗头就用那个干洗喷雾的那个，就直接喷头。欸，真的很棒，不洗头用那个真的很棒。为什么要问回回？
那个超烂，好不好？哪里棒？那个很好哎、欸，我用的蛮好的、啊。你今天的造型好像小画家，我今天是小画家，我今天画不出什么所以，但我不会画画。失败后头发会更脏，会吗？哦，失效后不会啊，我用的还蛮顺畅的哎、欸，蛮好的，蛮棒的。偶像都是香的，对，偶像都是香的，还会塞头皮哦，会塞头皮，会塞哦。哦，我是偶尔会用啦，偶尔不用，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蛮好的，蛮好用的，对我而言是好用的。不。头发掉光，我笑你。好，你笑，给你笑。现在对我而言，臭偶像只有祖祖。喂，不可以这样子。祖祖虽然不爱洗头，但是他还是很香的。如果你在。他的那个，对，就是他的，对，他的身边的话，他还是香的。那时候在用，头发真的掉很严重。好了，那我就少用，听你们的，听你的。你可以送一罐给祖祖，不行啦，他说会掉发，不行不行。剑无限的樱花，他的半径范围没有，在旁边都很香啊。你们坏欸。打屁股，谢谢追踪。没有电话，是卡住了。没有电话，没有电话，没有电话，是卡住了哦。好吵哦，我家弟弟们都好吵。刚刚听到另外一个弟弟在叫。想问天，你在哪里？或者迷信问问宿命，放弃一切。还有弟弟边洗澡边唱歌，有话打给你。嗯，在这里。你们想让我清唱什么歌呢？跟你一样爱乱叫。哪有？哪有？我没有爱乱叫，我是爱大叫。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你，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毛不易的歌我不会唱。蓝蓝的冰雨在你的脸上打转。我就不会唱了。冰雨就这样，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么有文艺的歌词啊！我不会唱这首歌。格兰骑士团，那个又是什么？
桥上的奇迹，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啦啦啦，哇啦啦啦啦啦，就像命运。我突然忘记歌词啦！泰妍代言的游戏主题曲，我不会唱啊，错的人，错的人怎么唱？哎，可以给我一个提示，那歌词吗？噗，只会第一句，笑死！陈思雅前辈打我，完了检举。骑士团抓到忘词，我本来就很常忘词的人，我只要唱过的歌，我就会把它忘掉。就连鸭吧鸭鸭我都可以忘词，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爱得太深，太容易让自己痴深，太容易让自己沉沦，太容易不顾一切什么？这首歌我没有听过哎，《伤痕》怎么唱啊？什么都忘记才能练成。那真的该打了，打我啊！弟弟好嗨，好吧，你应该是想到对的人。看来要办个忘词王。哎呀，耐心等待，仔细寻找，感觉很重要。宁可空白拉手，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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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遇到对的人出现在眼角。我弟在那边唱歌，你没有听到吗？啊，林梦的年纪怎么唱？等一下想想。在一颗还没熟的林梦，上啦啦啦啦，牢牢轻碰，把自己那么的你的包裹。啦啦啦！哇哦，你看我都乘着温暖的风，睁开眼眸，把过去击破，是时候再从头一过起初突破。乘着温暖的风，今年之后，啦啦啦。新搬的沙发，哎，那那哎，那哎，你不要考倒我好不好？来一场 TTP 飞行八路，掀起狂欢的漩涡，音乐多汹涌，我们声嘶力竭，不疯不休。陪旋律要被放松。Only today， 怎样都可以，只要一起。我要跟讲，我有时候要边跳边唱，我才记得哎。还有放那个歌的时候才记得。现在 TV 最记得的歌应该是。我 single。满怀着激动，先我们走，看到未来温暖的风一面相拥。我 say go， 还有吹一个泡泡，把自己打包。啊，我都忘记了。算了，我不要考到我自己，我不要唱了，严重完蛋。吹一个。把自己打包，哎，啊，我忘记了。我先去旁边哭，拜拜。算了，有没有不去遇到哭？
你好。逃打逃打，林婷婷逃打逃打逃打。哇，这是什么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满脑子都手牵手的歌单呢，但是不能唱给你们听，抓到忘词达人。对啊，就是我啊，我真的会忘词。Hello Sunny， 谢谢你 Sunny， 我是小脑袋。那手牵手吧，这个公开了。默默，你紧紧牵，你紧紧牵住我的手，那笑容灿烂的多么难过，是穿着哎，那那那那那那不再念旧，是穿着同一套制服的朋友，你说。我走廊的那一头，那个梦一直一直在守候。我们走，有你有你陪着我们，有我陪你一起守陪守候。这一句什么小小的温柔，这一句什么什么啊，突然忘记了，但还是卡卡的，但是大概记得，好笑。结果手牵手也忘了。哎，我是连上台前一分钟、前五分钟都还在背歌词的人，我真的背得很。你真的要练太极拳吗？你真的是要练太极拳？什么意思？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忘东，我每次背完一个东西，然后我只要表演完或什么，都会马上忘记。马上了，是真的是马上。真的，什么都忘了才能练成，这么酷。好，那我去练那个好了。你就知道我背剧本会有点多么的痛苦。想当年我在哈永家背那个英文，我都快要发疯了，都快要长白发。我瘦的是跟，因为我每天都是在一个高压力的情况下，一就是因为你要拍电影。二就是你还要那个叫什么，就是背英文。我跟你讲，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就我每天都是折磨，所以我每天都不吃饭，瘦成那个样子。一拍完电影马上疯狂变胖。嗨，想当年，结果苦练的英文草鸡还被导演剪掉。没有，那是因为剪掉很多。背英文对你来说是很大的考验，我相信，是吧？张君宝，张君宝是什有可能之前更多哎，张三丰，想当年还没录开，没有，我是跟着你讲嗨博，但我没有叫你的名字。想睡了吗？没有想睡啊，就是莫名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打哈欠。张三丰，三丰，张三丰等于张君宝，那是什么东西？嗨。
你在哪里逛夜市这么好？黑咖啡失效了，你看刚拉出来就失效，继续喝吧，还有留一点的。我只是不继续喝的原因是我怕我等下又去打了，所以我就不喝了。但我觉得我现在要喝一下。谁叫你要拉出来？我没有办法不拉，我就想拉嘛。你们坏坏都阻止我去拉屎。咖啡就是要拉出来，不拉出很恐怖诶，你们知道吗？诶，我之前这边的戒指哇都还在，可是有些真的戴不下去。太极张三风，好绕舌，好咬字好难哦。还有一个钻戒的，但是它是假的钻戒，好好笑，怎么会买这种戒指？我最近很少戴戒指，因为我觉得戴戒指好麻烦，太麻烦了，可以丢掉。我们有阻止吗？戒指居然都还在，看起来像书局会卖的东西。钻戒几克拉的，那个是冒牌的克拉，10块钱的，10块钱卖的。对啊，戒指都还在，天哪！以前到底在买什么东西？哎，有耳环哎，戴个耳环吧。我跟你讲，我这边的耳环要密掉了，这里的这个戴一下。你们觉得戴哪个好？这样钻戒再加松它，哪一个好？戴这个嘞，是不是蛮适合的？还是这个橘色的，不是？还是这个白色的，哪一个颜色好？又密掉了，因为最近那个，反正就是因为白色的，因为我去那个表演的那时候一直戴，然后他又那个流血了，我看他祖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等一下来带进去，等一下我先来那个，把这个带进去。我还有一个这个这感觉很酷。这个是什么？等一下看一下这是什么？这好像是这样带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你是真的不适合穿耳洞，帮你酷酷。但是我这个还蛮好的，就是。OK， 我这边蛮那个的，看你耳朵能戴几个就戴几个咯。我都忘记我这边有耳环都忘记了。这不能戴进去。这是什么？算了。这个是放那个这边的，但我好像戴不进去，因为我的耳朵。我这戴耳环的原因就是我想要多变一点，就是自己能有更多的造型。你看这个，它是这样放在这里的，可是好像很容易掉，就算了。然后我还有这种耳环好好笑哦，怎么戴？这个戴了一定很好笑。我没有戴过这种耳环，很少戴过。现在是正式生，需要多一点造型。你们需要我什么造型？你们想要我什么样的造型？
不是很爱叫。嗯，穿不进去了，密掉了，会不会密掉了？四周年你戴那副就很好看，那是张雨林的。你说耳环吗？那是张雨林的。哎，密掉了耶！真的要那个穿进去，就是要嘣这样子的那种。你先消毒一下。先消毒一下。这是消毒什么？这消毒什么？可是我蜜掉的时候我都会痛，可是我都会就是把它硬穿进去，它就会那个就是那个，对，它就是会就裂开了。没听到我想讲什么，其实也没有真的痛。没有流血，没有硬穿，我是穿不进去。我在找那个洞，因为我拔掉了大概有，我想一下几天，我拔掉有3天4天吧，欸。但是我最近有一个改变，就是我不是平时之前都会贴双眼皮贴吗？欸，进去了。我不是之前都会贴双眼皮贴吗？然后我现在就是没有再贴双眼皮贴了。我已经大概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贴，除非工作的时候起床，然后眼睛双眼皮有一点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来着，就是不太，就是太不太整，就是双眼皮不太对称的时候我才会贴。我穿进去了，不贴还是没，不说不知道。阿丽晚上吃没？吃了，谢谢博成。我今天晚上吃，我带进去了，你们看看，好像不适合。你们觉得适合吗？你在买，哦，你说你在，是谁说在夜市？是你吗？你在夜市买吗？你们觉得怎么样？合适？有点像388花一朵花，欸。等一下。喂，你看，你们觉得很好看？真的好看吗？OK 啦，我觉得还好。再带另外一个，这个嘞，给大家看这个，我买错了。我跟你说，早知道就不要买这个款式的，因为我一次买了3个，所以我觉得我戴起来不适合，放弃戴这个。我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也很搭，就是它跟我的珠珠项链蛮那个的，蛮搭的。不用戴就够美了。不行啊，我这个耳朵如果再不穿的话，
我就会那个哎、欸，蜜掉，我才不想蜜掉，蜜掉很好笑哎、欸，打那个哎、欸，我是一个洞打800多块，大家一定笑死我，想说嗯。我打这个洞800多块，是因为我跟着那个耳环买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耳环是那个医疗钢的，所以比较贵一点点。对，这个会比较贵，是因为他是什么医啊？我那时候。打那么贵的原因是因为他跟我说医疗钢对你的，如果你很容易过敏的话，你戴这种比较好，所以我那时候就买了。哎，好了，戴好了，垂钓感。但是这个好像蛮好笑的，就是只有一边有，因为我那时候只有买一个这个。但是我的耳朵需要消毒一下。这不好看，这个好，这个是一个蝴蝶结，然后上面是珠子，对，丢下你哦。好，跟大家说，这是祖祖买的生日礼物，祖祖买给我的生日礼物，然后我都没有戴过，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一条项链，把它的那个。珠子拿掉，然后戴祖祖给的，我应该被祖祖骂吧？他应该都不敢问我说为什么我都没有戴，但他感觉也不会过问，算了，不知道这个珠珠可不可以拿掉，可以吗？拿不掉的样子，对啊，珠珠拿不掉，他以为这颗珠珠可以拿掉就可以装那个。要把它装上去的话会是怎么样？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祖祖送的手那个一颗，这叫什么？这叫做石头吗？一颗好看的石头，漂亮的石头，你看。但我就是一只手，因为我没有买链子啊，就一直没有买到链子。戴上去，没有戴起来是这样。但是我个人本来就不会戴这么亮眼的珠珠，所以我都会放在家里，好好的保存它，不太戴它。就连我妈的戒指，我也很少戴出门，因为我觉得我会把它搞丢。因为我姐姐说戒指要那个洗澡的时候要把它拿掉，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怕我洗澡然后拿掉之后就会掉。原来祖祖送你一颗石头，一颗真心，没有项链是你要自己配，所以你要去买那个配的。对，我真的搞丢的几率很高，所以我就尽量不要做这种。危险的事情，有可能，蛮像了解林廷利，的确、啊，你们是蛮了解。一定要了解，谢谢你们了解哦。
可以再去买一只，这副真的很好看。好，我再去看看哪里买得到，最近逛店逛网路店应该买得到，反正就这样，是蛮好看的，因为我平时个人是喜欢戴这种，就是小小的，就是也不容易，不用拔，反正就是这样的。可是我平时很少戴这种大耳环，因为我觉得这种大耳环很碍事，就是你看它就会这么闲晃，就觉得好像有东西，就想把它拔掉。可是我这边的耳环都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就只能戴这个。因为我只是觉得再不戴会密掉，所以我刚刚就想说好像来戴一下，看来是没密掉，突然蛮长了。赶快头发赶快变长，我现在头发是在，我想想，你们觉得我头发变长了？现在头发是在这里，就是算是我的对的中间。而且我如果往后放的话，它还蛮长的，现在这个长度好看，就是我现在的长度是我觉得很好整理，然后也不会难吹头发的那个长度这样。因为平时我觉得我之前那段时间就是很长很长的时候，我觉得很麻烦，就是吹头发什么的都很需要时间，就不太就比较麻烦啦。因为我平时是喜欢头发就是可以包着，然后大概包的30分钟再吹，每次都这样子。对，哎呀，发现主角有共同点，其实很多女生都讲很像贵妇。Hello， 人好，谢你的梅花。因为我自己姐姐也很喜欢包到大概10-20分钟，然后再去吹头。就是你包头发那段时间，你还可以敷脸，然后还可以就是做很多事情，所以就是觉得包着很方便，然后脱掉之后就吹，很快就干了，大概10分钟吹就很快。如果一般洗完头就出来吹，你就要吹半小时以上。梅花什么梅花？哦，樱花啦，对不起，人好，谢谢送我的樱花，看成梅花 ，sorry。哎，对，哎，最近是樱花开花季耶，大家都会去看樱花。改天我也去看个樱花，回山上看樱花。这个真的比刚刚那个白色更适合这套衣服了。梅花，梅花几月开花？按月开花，确实有种千金小姐的概念。谢谢你，嘎逼，谢谢你的好运牌。我这种头发真的什么更长的时候也喜欢包着。对啊，你看连男生都会包着，何况是女生。闪亮，欢迎，晚上好，懂吗，各位兄弟姐妹们？我都包在皮里，什么意思？皮里是什么？觉得我先关掉一个什么？跟主厨的工作人员就是蛮会看错我们打的字，真的有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有时候字真的很小，你没有看我们每次要贴那么近看，其实在看你的字。而且我平时有那个就是近视，但我平时没有什么在戴眼镜跟隐形镜，
至少看得到字，但只是要有时候要怎么进。话说阿丽姐好气质，你要画画吗？我画画可能不好看哦，可以再贴近一点。没想看我的毛孔吗？看我的痘疤吗？给你们看，我不怕被看。浪的特效看不到啦，谢谢一凡弄想，你们已经看到啦，你们看我痘疤在这里，一个红红，还有我小时候受伤的疤，还有这里有一颗肉疤，还有我的眼线，还有我的睫毛、眉毛、鼻子、耳环、喉咙、嘴唇。头发，看我的发丝，好无聊啊！知道我想看什么吗？把瘦脸关掉，不要！林婷婷很胖，不要不要！你们平时就可以看到我肥脸呢、啊，干嘛现在看？哎，我最近有拔胡子哎，可是你看，可是好像还没有拔很干净。哦，白臭。鼻涕哦，我，哎呦，我用到我的护唇膏了，是傻耶，傻瓜。好啊，握手会看我的脸多肥，不能捏啊，比较想捏。你滤镜开满了。傻瓜。哦哟，这个烦呢，这个指甲是怎样？谢谢我来了，追踪主播。水泥到底干了吗？没干呢、啊。水泥很难干呢，好烦哦！不要擦水泥了，太难干了吧？大有控肉吗？什么控肉？就我今天忘记洗底片了，带着然后忘记去洗，真的是，我真的是傻瓜哎！我今天一直说自己是傻瓜。但的确，我真的就是傻瓜。这里面是什么？夹子。就真的是傻瓜。傻瓜，我们都一样。粉红色的水泥，感觉很可爱，很 pink。但我个人不会去擦到这个颜色。我不许你这样说。好，你不允许。被爱情伤了又伤，你们到底被爱情伤了什么？说说你们的故事，我想听。你们真的在爱情里面有被伤害过吗？好，这样问有一点在摸你们的伤心处。好，算了，我不问。不要把事实说出来，好美的傻瓜。傻瓜，我们都一样，被爱情伤了又伤，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被你啊，我哪有，我又没伤你，我有说我们在一起吗？我还好哎。伤脑筋，被阿丽绿我愿意，被阿丽假装不认识走心了。我哪有不认识你们？我认识你们呢。今天唱好多次傻瓜，他们一直说要唱傻瓜，我伤的就是心灵。哇，你好玻璃心。好了，没有了，玻璃心好啊，没有什么不好啊，是什么心我都好啊。
即便过了五年，还是很难被忘。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感情的事情，不要说感情的事情，说说别的呗。感情之伤啊！哎，虽然我也没有什么经历过什么，我的感情没有什么，还是你要唱《好心分手》？屁啦！什么时候？最好是听放屁。我有吗？你不要说骗人，一凡。我什么时候说我认不出你？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会找到更好的。李子维说你是，请问你是？阿里牡丹没有感情问题，对，我没有感情问题，感情问题都是以前的事情了。但我觉得国中国小那种单纯的好玩的那种都不算死，现在就是好好工作为主，谈什么恋爱，恋爱之后再说呗，工作到忙死了。阿丽不可能牡丹，你看他们都说不是牡丹，我是牡丹花。等我，哇哇哇，好恐怖哦！牡丹花。我没有认错那个吧，一凡，他都骗人，恐怖个屁哦！等我就很像一句很恐怖的话。好香哦，我的头真的今天很香，我觉得我最近买了一个那个精华液，很香，就是擦头发的精华。润油的那种，很香，是真的很香。我早上才洗头的，我跟你们说，我早上才洗头，看我的头很香，今天就不用洗，早上洗过就不用洗。回来了，终于，我要闻，来给你们闻，闻到了吗？终于等到你。真的吗？真的啊，早上有洗啊，不用再洗啊，明天再洗啊，早上洗过，明天今天不用洗啊，明天再洗、啊、今天早上洗就是等于今天洗了，那明天洗再洗，懂吗？十天后可能闻得到，如果都不要洗的话，都不要洗的话，你们可能会觉得很臭哦。傻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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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凡，呆吗？也没有发呆啦，就是眼睛一直看着那个前面的光，就是会觉得有点太亮，所以我就必须得这样闭着眼睛。也没有看到留言，所以我就先这样闭上眼，往下看。我不怕，你不怕，不怕不怕嘞，呐呐呐呐呐，不怕不怕不怕嘞。你们听过这首歌吗？不怕不怕嘞，不怕不怕不怕嘞。你看我的笔记本，第一页。你以前直播更亮哎，今天算是很暗了。你
雅各谢谢你的银戒指。拼命的跳吧，拼命的唱吧，浑身解数，全力以赴，告诉自己初心不能忘啊！梦想在泪水流尽之后，哭泣之后笑了，笑着笑出花朵。这什么歌啊？怎么觉得很耳熟？这是我以前写的日记本，然后有时候会把歌词写在里面。殊不知的笔记，这个适合看书哦。那你们今天就陪我直播看书好了。可以陪你们再个多半小时看书。我今天本来就是要多读几页，会唱但又不知道什么歌，就很阿力。嗯，阿力，这就是阿力。要不要我念给你们听啊？念给你们听好不好？好不好？那你要开六小吗？我没办法看书看到六个小时，真的没有办法。我会觉得哇，真的是人生巅峰。我也不知道什么歌。哦，那个啊，初日啊，那个啊，梦想就藏在汗水之中，是吧？是这首歌吧？因为它是拼命的唱吧，是吧？梦想，被安静了，哭泣之后笑了，笑着笑出花朵，是吗？梦想的不是啊，不是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告诉自己初心不动，就是初日啊，这首歌帮助入眠的念书时间。我已经想睡觉，来来来，阿力念书给你们听。你们对大人在做些什么？孤独的声音非常洪亮，完全无法跟说话，总是唯唯诺诺，如一头病恹。病恹恹的熊般卷缩身体的皆有联想在一起，孤独的出现对连女士来说有如援军及时赶到，令她心生感佩。不过这群不良少年眼里所看到的孤独与连女士心中的形象去甚远，这垃圾跑出来干什么？天哪，好臭！这家伙是流浪汉吧？妈的，好脏！真他妈倒霉！他讲的，他说脏话，我傻眼。哎，我在念书，我没有讲脏话哦。两名男子同时朝孤独冲去，孤独则用身体挡住他们。其实就是挡住门口，用全身承受他们的攻击。两人看见孤独的哦，孤独是那个流浪汉的名字，流浪汉的名字叫孤独。两人看见孤独的防御丝毫没有退让，便打得更凶了。就是有两名 男子就是朝那个流浪汉，就是我不是说那个流浪汉帮连理事拿了包包吗？就是那个完了，阿力可能会被公司暂停。我就跟他说，不是我念的，是这个书念的，我只是按着他念，好吗？便打得更凶了，孤独则开始将身体卷成一团，缩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在一阵谩骂与殴打之中，突然传来警铃声，两名女子先警觉到异状。两名男子也明显变得十分慌张，他们想推开孤独逃走，但孤独就像巨大障碍物一样挡在门口，怎么也推不动。
身上的臭味也让一群人忍不住捏着鼻子。然后那两名男子就骂脏话，就说什么的，妈妈的，让开啦，快让开，你这坨屎，这样。一看到两名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出现，四个人便不再继续挣扎。这时连女士也才终于松了口气，她接着定睛一看，映入眼帘的是孤独缓慢爬起来为警察开门的可靠背影。瞬间孤独转头过来，对着连女士露出大大的微笑。第一次见到孤独的笑脸，她的眼角却沾满了受伤留下的血，但孤独毫不在意，仍用沾满了血的脸对连女士笑。到了警察局，一群不良少年的父母很快就赶到，其中一名中年男子看见孤独浮肿受伤的脸，便提议要以金钱和解。意外的是，孤独竟然不想要钱，而是要求了其他的东西。他靠近那几个酒还没清醒的不良少年，要他们举起双手。四人一开始有一些犹豫，但在中年男子的威逼之下，他们立刻像被罚站的小学生一样高举双手。为了这起事件来到了南大门警察局的连女士，在完成报案流程后，便和孤独一起走向清晨的南大门市场。他们走过许多正准备开门做生意的商家，来到巷子里的醒酒汤店。孤独丝毫不在乎自己脸上仍贴着那个 OK 绷，大口大口的把牛血醒酒汤往嘴里塞。见孤独这副模样，连女士不禁心生怜悯，同时又因刚才那件事件而闷闷不乐，复杂的情绪令他迟迟没有开动。他就说，最近的小孩都好可怕，你怎么敢这样招惹他们呢？然后孤独就说，我不是说过两个人我还有办法。孤独露出牙齿笑着，并摸了摸 OK 绷，似乎把那当成是一个勋章。连女士张口想说点什么，才意识到自己也算是招惹那些难缠的孩子。他看着孤独出一脸苦笑，他就说，谢谢你，就当做抵饭钱吧。然后当然，不过你怎么会刚好过来，他就问孤独。孤独就说，我听说老人家您晚上都还要上班，我睡不着又有一点担心就过来了。然后连女士就说，哎呀，我反而更担心你。然后孤独就说，孤独不知是不是有些不好意思了，搔了搔头便低头继续吃饭。然后连女士就说，刚才看到你这样站出来，我还以为你年轻时很会打架呢，都没有想到你竟然只是单方面被挨打，幸好巡警刚好经过，不然你可能会被揍得更严重。然后那个孤独就说，警察是我叫的。然后他就说什么，然后孤独就说，附近有公共电话，我看到他们在找麻烦，就先去报警才过去的，这样只是被打一下下。他就一直点点支支吾吾，因为孤独讲话都很支支吾吾，就有警察会来救我。连女士当场惊讶了，张大了嘴。她心想，孤独不仅明事理，而且还非常聪明，最重要的是能为了我来巡逻，还愿意为了我被打。瞬间连女士的脑海中满是感叹与感动，
他定定，他定定看着一边若无其事的烧着头，一边吃醒酒汤的孤独。他就跟他说：“要叫瓶烧酒吗？”孤独睁大了眼，然后孤独就说：“真的可以吗？不过这是最后一餐，最后一次喝酒喽，以戒酒为条件，来我们店里打工吧！”哇，我看到了，因为呢，我想跟大家说，为什么我喜欢看他跟孤独的互动，就是孤独是一个流浪汉，他为了他刚刚为什么会在那个连女士他们的便利超商门口被挨打，是因为反正因为连女士她就是晚上去上夜班，因为那个夜班的大叔辞职了，因为他有更好的工作要去做，所以他就是去辞职这个工作，然后就变得连女士找不到大夜班的人，所以都是他去工作，然后反正那一天刚好连女士她就是晚班，然后刚好看到一群醉汉来超市买东西，然后超商就是很多东西都缺货嘛，然后那两名醉鬼就是两名不良少女，就是不良少男，他们就是骂脏话，就说：“哎呦，这家店怎么那么烂啊？什么的，一直讲，就是什么为什么都没有讲。”然后连女士就发疯，她就生气，她就说什么：“你们不要买就不要买，请你们出去，这样不要在这边喝酒闹事什么的。”然后结果他们就是想要去打连女士的时候，结果那个孤独就是曾经帮连女士找到包包，然后还顺利把包包连钱都没拿，就把包包顺利的还给连女士。然后连女士就很开心，就很感动这个举动，所以都跟她说：“你以后可以来这家店吃东西都免费，这样就说你不要吃报销产品，你就直接拿新的便当来吃。”就是他还交代他的员工，跟他说只要孤独来就让他吃这样。然后结果等一下再讲故事环节，然后结果每次只要连女士遇到问题的时候，孤独都会出来帮忙，因为孤独是一个蛮善良，然后可是虽然他是一个就是流浪汉，就是大家都不想靠近他什么的，可是连女士却觉得他是很好的一个流浪汉，都不偷钱也不抢，然后也都会不好意思，他就是都会吃完便当默默的把东西收好然后离开，然后还会帮忙打扫那个什么连女士的便利超商的外面的垃圾什么的，所以连女士就是都看在心里。他就终于连女士就跟他说：“你来我们店里打工吧，你下课了，你等到我了，嗨。”然后你看，然后孤独就说：“我吗？”然后连女士就说：“你可以的，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来晚上也很温暖的便利商店待着，顺便赚点钱，多好啊！”连女士直视孤独的双眼，等待她的回复。孤独却避开了她的视线，颧骨部位抽动了几下，然后才用小小的眼神看着连女士。他就说：“喂，为什么？喂，要对我这么好？如果是你，我就会一直靠过去。”一，然后连女士就说：“这是你应得的，而且便利商店大夜班真的很辛苦又可怕，我实在做不来。”他说什么：“我必须由你来帮忙工作。”这什么故事？就是不便利的便利，就是一个 连女士跟孤独的故事。你看他的那个背景，就是这个应该是孤独，然后这个是连女士，这个是他们的便利超商，然后必须由你来帮我工作。然后孤独就说：“但你不知道我是谁呀？”这样连女士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你是帮助我的人呢。”然后那个孤独就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因为孤独是连女士帮他取的名字，因为孤独不知道自己几岁，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身份是什么，他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流浪汉。”他说：“你能相信我吗？”这样，然后连女士就说：“我退休前是高中生老师，几十年来教了上万名学生，我会看人，只要你戒酒，就一定能做得很好。”孤独摸着自己的胡子，沉默了好一会，
连女士注意到她的嘴角会住抽动，虽然这个提议来得突然，不过如果被拒绝，连女士心里也会有些不是滋味。她焦急地想催促孤独不要再继续摸胡子，赶快给她个回答。就在这时，孤独仿佛下定决心般看着连女士，她就说：那就再一瓶吧，只喝一瓶就戒。哎，太难过了。难过个屁哟、哦。然后那个连女士就说，那就说定了，吃完饭以后我会先给你一些钱，你去桑拿房洗个澡，剪个头发，再去买些衣服好吗？然后晚上就到便利商店来。然后孤独就说谢谢。连女士点了两瓶烧酒，烧酒很快上桌，她直接打开并孤独，她并为孤独就是倒酒，然后帮自己也倒了一杯。这份劳动契约就在两个人干杯之后立刻成立。还嘴故事角色的台词嘞，好棒哦，好开心哦，终于孤独去到了连女士的便利超商工作。因为我之前也有想过说，该不会孤独会去到连女士的那个上班处上班吧，他们的店上班吧。哇，好好看的一部故事，喜欢。他后面还说到，便利店的帮人生加值小语给大家听，就是经典语录。他说：我问支持你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他说人生本来就是不断解决问题，既然都要解决问题，那就努力选还可以的问题来解。欸，我跟你们说，我最近觉得人生有一点就是，哦，不是人生啊，我讲人生干嘛，他这边讲人生还会讲人生，就是我最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最近自己有发在我自己的备忘录里面，我就说当有些人对你说你可以的，不管他是谁，他就是这句话就让我觉得做任何事都非常有动力。就假如说我自己搭捷运看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然后我选择让座给需要帮助的人，当下你看到有些人是点点头，感觉是对你微笑示意，这样你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有这个力量可以为这个世界帮助一些什么，你就会觉得哇，每一件事都可以成为很棒的动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谁对是你开口说你可以的，或是加油，或者是你开口跟别人就是让位，或者是你是那个被帮助的人，你被鼓励的人，你都会觉得哇，人生原来这么值得。哎，这是我最近的那个，因为最近有一个人跟我说你可以的，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像做什么事就又更有动力了。只要想起这句话，你就会觉得好棒。好了，还有第二个是，便利店是个人们来来去去的空间，无论店员还是客人，都只是短暂停留或过客。便利店就像是间加油站，让人们用物品或金钱为自己加值。哦，好棒哦！我觉得这很适合给人就是鼓励的书诶，看了就很开心。如果是你，我就帮祖祖的话，我就想想，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对吧？对啊，所以是。然后他的下一章就是奥克中的奥克，好，下次再来看奥克中的奥克。我等一下就下播先整理房间，然后洗完头之后就来那个认真看奥克中的奥克。你看我跟你们才念一短短几句，你们就大概懂这里面在说什么，所以这本书值得你们去买。
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辛苦。我想多待啊，怎么样？我想多跟你们聊，嗯，还是你们想继续听故事呢？我最近还有一本书也值得大家看，等一下我去拿。可是我包我没放，这个是我之前就一直很常看的，我还有一本书是《让肠胃动起来》，好好笑的一本书。这本书是我，看了很多年还看不腻的书，反正呢。还有，就是对演员，这两本都是我最近看的。《演员笔记》就是表演工作者的实务手册，但我虽然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看，演戏就是演戏，就是生活嘛。但是有时候你看看里面，他也有说一些别人的故事。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还蛮简单又明了、精简的一本书，然后他很清楚、直接了当、了断，然后切中要点，什么都还蛮不错。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就算你不想当演员，你也可以去看，因为我觉得还蛮好看。然后这本书是我看不腻的这本书，它叫做《我只能这样吗》。就是呢，很多事情大家都会遇到挫折、难过、失落时，是否都会问自己这些问题？就是为什么事情会变这样？为什么总是遇到这种鸟事呢？为什么我来到这世界上有什么目的？难道我的人生只能这样吗？如何过自己想要理想生活，或是我真正的热情到底是什么样的领域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它就是也没有告诉你答案，但是有的时候你看、你听、你去知道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就会开窍。所以这本书其实也蛮不错的。对啊，我就是还蛮喜欢看那个鸡汤类的，因为我个人看片的话，我才会去看一些比较推理片啊，或者是情节比较不会这么的。但是看书，我比较喜欢看这种，就是对啊，就像你们说的鸡汤类等等。可是因为这本书让我觉得蛮意外的是，它是鸡汤类，可是它又有故事环节在里面啊，就是真人改编的故事，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看。肠胃动起来那个很适合你。好哦，好了，我要来念榜。反正就是推荐你们这几本书，反正就是一个是我只能这样吗，一个是不便利的便利店，好吗？还有我的遗物整理师是我之前很常推荐的，就这样。你们有什么推荐的书，你们也可以告诉我，我也可以去看去买，这样。好，念榜第一名谢谢一凡，第二名谢谢竹轮，第三名谢谢嘎逼，谢谢你们。好，第四名谢谢钟莹，第五名谢谢黑流星，第六名谢谢博晨，第七名谢谢志祥，第八名谢谢小野木，第九名谢谢雅哥，第十名谢谢柠檬，第十一名谢谢朱里恩，第十二名谢谢祥磊，第十三名谢谢命名者，第十四名谢谢回伟，第十五名谢谢回回，第十六名谢谢剑骨，第十七名谢谢茶茶，第十八名谢谢下巴，十九名谢谢加速，第二十名谢谢人豪，第二十一名谢谢乌麦，第二十二名谢谢海豹，第二十三名是 XING， 第二十四名谢谢肥象，第二十名谢谢阿成，谢谢你们。爱你们哦，辛苦你们了，拜拜，晚安，拜拜，拜拜。